晚上见。哎，对不起啊。超重了，没听见啊！你才超重呢，麻烦有点公德心行不行？我上班要迟到了，谁不是上班要迟到了呀？你别耽误别人呀！就是，哟，谁有公德心谁下去呗！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下去吧，麻烦让一下。等一下，您是 DT 传媒公司的员工吧？你们金总昨天还在电话里跟我夸了一下员工素质，没想到今天就让我领教了。需要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吗？对他这种人，宽容就等于纵容。没错，就得这样。你怎么知道他是DT传媒的人？他胸牌上写着呢。那您到底认不认识他的老总金总啊？这么有名的传媒公司老总，当然是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没想到你也是击败的。哦，嗨。之前没见过你，第一天上班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昨天才来报道，今天是第一天正式上班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也是刚来了一个礼拜。哦，李腾飞 ，IT 业务专员。法务专员王若雨。行吗？嗯。李腾飞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会议室里有重要的客户，葛总让你招待一下来宾。哦，我马上过去啊。这位是我们杰洛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的 CEO 葛瑞先生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。我代表 GUI 中国的全体员工，欢迎各位贵宾的大驾光临。贵公司在国内房地产以及环保领域所创造的成就是非同小可的。而我们 GUI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地位呢，也是有目共睹的。行了，葛总，不用送了。关于咱们两家公司战略合作的事儿，您看？放心吧，我自有安排。都回去吧，让他送我就行。怎么样，后悔了吧？当初早要跟了我，现在哪至于让别人当服务员使啊？在学生会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定义为一名服务员，现在只不过是把服务同学换成了服务客户，没什么本质区别。还是李主席会说话呀。这样吧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我再给你次机会，要不要跟着我？谢谢高总好意，不过我既然和公司签署了协议，也得守一份契约精神吧。李腾飞啊，李腾飞。从来都是别人求着我，像你这样推三阻四拒绝我的，我还真是头一回见。我可没拒绝你啊，
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您作为我的客户，就是我领导的领导，不也相当于我跟着您干了吗？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回去我跟我爸好好说说。哦，对了，高总，您还记得吗？咱们毕业之前，学校有一个老人被自行车给撞了，到现在还没找到肇事者。恰巧那天我也在场，捡到了您的学生证。这么巧吗？那天我……哦，应该是您围观的时候不小心掉的。我当时叫您，但您实在跑得太快了，一溜烟的不见了。你说是不是太不小心了？对对对，我太不小心了。哎，后来我看那老人太可怜了，我还让人偷偷送10000块钱去呢。做好事不留名啊，不愧是高总。这样，等我们两家公司正式签约的时候，我把这东西带来，物归原主。虽然这东西现在是没什么用，但毕竟也是一件挺有意义的纪念品。您说对吗？对，纪念品有意义。艾比，别的公司先不考虑了，回去之后尽快和 GY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。我爸要是问，就说我说的。是高总。高总，来，您请。哎，您留步，您留步。我自己走，走。还不下班？哎，你们部门这是要搬家啊？还不是因为你，给公司谈了新的客户，有了新的客户呢，就得组建新的团队，组建新的团队呢，我们这些边缘部门的人就得给大家腾位置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这么折腾，要不然我帮你搬吧。行。那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OK。今天谢谢你啊。不客气，我就当将功补过吧。嗯，好。哎，你天这么晚了，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怪麻烦的。啊，不麻烦，很方便的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取车啊！你等我一下。小雨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不要再跟着我。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那男的谁呀？男朋友？你管不着。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请你不要再来缠着我，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知道，以前也是我做的不对啊，我向你道歉。不过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，是吧？小雨。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离开我的视线，不然的话我就永远消失在你的面前。走啊，快点走。OK。他是谁啊？哦，一个问路的，走吧。没想到还挺巧的，咱们还是校友。啊，是啊，我也没想到。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，你居然认识高培富。说来还真挺巧的，好不容易离开高氏集团，结果你又把他变成咱们公司的客户，这到头来我还得跟这帮人打交道。
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自己罪过更大。没有，我开玩笑的。不是，我也是开玩笑。哎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别了，这么晚，我给你送到家吧，还是？真不用，不用，我马上就到了。那好吧，你小心点。嗯，那明天见了，拜拜啊。拜拜。你小心点啊。朋友什么时候来呀？我都快饿死了。应该快到了，我接着他，等着。红色卡座，七号桌。哎，若雨，站。你好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你阴魂不散啊你啊！你才阴魂不散呢！咱俩谁阴啊？我现在我这脑瓜子还没好呢，我。我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？道歉就完了？误工费、医疗费、精神损失费可都是我出的。哎，这还不算。临走的时候还说我是那种人，我哪种人啊？你是哪种人？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麻烦让一下，这张桌子我们已经预定了。麻烦让一下，这张位置我们已经定了。你真以为是你们高氏集团呢？不好意思。这个位置我们提前早就预定了。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？若雨，我们会去楼上一房多坐吧？哪儿来那么多一房多坐？我看就是他这个人诚心的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置我们已经定了，赶紧到别的地儿去。我也和你再重申一遍，这个位置是我们先定的，麻烦你到旁边的位置去坐，不要影响到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味蕾之旅。你这个人，我发现你怎么到了？我还在下面等你呢。正好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最好的哥们于鹏月。大月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我那个同事王若雨。他是你同事？是啊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。哎呀！作为本次青年创业大赛的独家赞助方，我有权在场馆内的任意位置张贴本公司的广告。高佩夫，要点脸行吗？哎，别动！王若雨，这位同学。请你立刻停止你的侵权行为。我凭什么听你的呀？我是高氏集团的实习法律顾问。那我问问你，有这么贴海报的吗？哪儿纸啊？啊？什么法律保护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？这是本次大赛组委会与独家赞助商高氏集团签订的协议，公司有权在场馆内的任何位置粘贴海报。是不是你站在这儿，我贴你脑门上都没问题吧？如果这样你就能接受我当事人的行为，行，你贴呀，贴呀，往这儿贴呀，哎，贴呀，你还举贴呀，啊，别踩我。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你继续你的侵权行为，我可以随时通知组委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。嘿，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，自个儿看着办。既然是个误会，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吧？啊，对对对。真是不打不相识嘛！再说了，我们四个可是校友，再加上这么有缘分，啊，我提议我们干一杯吧。谁跟他有缘？我同意，共饮杯中酒，一笑泯恩仇。来，大宇，大宇，主动点儿。别那么小气啊，查你了。嗯，没干杯呢。干杯！干杯！
这丫头居然是你同事，别说我没提醒你啊，她当初可是高培富手下的红人。哎，别这么说人家，她之所以离开高氏集团，也是因为她看不惯那些人的所作所为。真的假的？她这么有正义感？我怎么不信？哎，你可小心别让她给骗了。不至于，说白了，她不就是因为工作怼你一次，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伤了你一下，至于这么大仇吗？老大，你是真不知道他下手有多狠啊！光明顶上的灭绝师太也就不过如此。哎，不对啊，老大，怎么一直替他说话？哎，你该不会被这个灭绝师太给迷住了吧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嗯，行了，别让你等太久了，上去吧。上个厕所，等就等呗。哎，老大，真没被他给迷住啊！啊啊！